情大喜劇最佳女婿，最佳女婿故事清新，笑料清新，配搭清新，张学友、莫少聪、周星驰、张敏、吴耀汉、沈殿霞，新鲜是正，阵容强劲。多谢阿英，争住做最佳女婿，三个老友碾到痴肺。金龙奖最佳新人张敏，包你越睇越中意。小姐，睇你骨骼精灵，直头有王者之风喎。唔系啦，俾我摸下先啦。你呢一只手啊，都搏咗好多懵噶。喂，你仲用呢招？使唔使叫阿英俾你睇个全相啊？莫少聪忠直又勤力，煮饭实唔会偷食。唔该，几多啊？一百啊。五百，每人五百。张学友潇洒又有计，不过今次偷鸡唔到就屎渣埋。好义气，猪朋狗友。周星驰捧咗个金马奖，李云摆档砌上好果仔。哦，司机大佬，认得，你大难不死啊，必有后福。等我点你几度，包你飞黄腾达嘅。系啊，好啊，嗱，真人啊，我当咗你系生辰仙噶啦。啱听。饮杯，饮杯，饮杯，饮杯啊！阿妈啊，佢哋咧时时都想嚟搭你噶。阿爸，佢哋都想嚟搭你好耐噶啦。最佳女婿。未来外父吴耀汉贪心老土兼窒头窒势，搞到啲后生冇晒计。系啦，大家趁机上头，俾个特价得啩？杂志，银纸现实，感情稳笨实，酒席咧就要60位，另外一层楼好细嘅啫，千三尺够噶啦，唔准呼笑，开心啲。你真好，系咪三个之中最好啊？你哋三个。最后一次，究竟是边个？讲。小达。仲要我俾你啦！冇厘头到，睇我力量。走啦！招人，飞啦！最佳女婿是大导演黄华琪千锤百炼的精心杰作，一部笑到你乱粒粒的多情喜剧，最佳女婿快将盛大公映。